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哋安息日嘅思诵时间，我哋一齐默祷预备心。阿门。我哋一齐唱诗第322首。第二十三首。Thank you.
唱詩第二十六首，二十六首。235首。
开始下午的聚会。我哋开始晏昼嘅聚会。好，我们一起默祷。我哋一齐默祷。阿门。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下午的聚会。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哋晏昼嘅聚会。唱诗246首。唱诗246首。同心祷告，求神带领下午的聚会。我哋同心祷告，求神带领晏昼嘅聚会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。
阿弥，啊，哈利路亚，大家平安。哈利路亚，大家平安。啊，愿神保守看顾我们大家。愿神保守看顾我哋大家。啊，让我们身心都可以得着平安。令我哋身心可以得着平安。啊，下午继续来谈真理的圣灵。我哋晏昼继续嚟讲真理嘅圣灵。啊，真理的圣灵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所降下来的圣灵。真理的圣灵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所降下来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真理做见证，他来到要为真理做见证，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，也为得救的真道来做见证，也都为得救的真道做见证。那再来呢，就是要引导我们去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再来就是要引导我们去明白一切的真理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十六章。
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。约翰福音十六章，我们看十三节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十三节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这里主耶稣对门徒所讲的，这里主耶稣对门徒所讲，要等真理的圣灵来，要等真理的圣灵来到。为什么要等呢？为什么要等呢？在十二节主耶稣这样讲，在十二节主耶稣这样讲，说有很多的话，很多的事要跟你们讲，有很多的话，很多的事要跟你们讲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到，担当不了小智作不能够领会，就是不能明白，担当不到小智作不能够领会，就是不能够明白，也就是说主耶稣讲他们也听不懂，就话就算主耶稣讲，佢哋都听唔明。那这样写讲，他们听得懂呢？咁要边个讲先听得明呢？所以没有人能够讲得让他们明白。所以冇人能够令佢哋明白。那这样要怎么样明白呢？咁要点样明白呢？十三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。十三节话只等真理嘅圣灵嚟到。他就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他就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所以门徒要明白一切的真理，所以门徒要明白所有的真理，唯一的一条路就是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要等真理的圣灵来到。如果真理的圣灵没有来，如果真理的圣灵没有来，他们就永远不可能明白一切的真理，他就不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所有的真理，就是主耶稣讲他们也听不懂，就算是主耶稣讲，他们也都听不明白，所以要明白一切的真理，所以要明白一切的真理，一定要靠真理的圣灵，就一定要靠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才能够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他来到才能够引导我们明白道理，因为圣灵来了能够帮助我们的灵命，因为圣灵来到可以帮助我们的灵命，让我们灵命能成长，令我们的灵命可以成长，这样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道理，这样才可以真正明白神的道理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，哥林多前书二章我们看第十一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一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，十一节，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，像这样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这里讲人的灵就可以知道人的事，这里讲到人的灵可以知道人的事，动物就没办法真正明白我们人的事，动物就不能够真正明白我们人的事，因为它没有人的灵，因为它没有人的灵，那我们有人的灵，我们就可以了解人的事，我们有人的灵，我们能够明白人的事，像这个一样，就像这个一样，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，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，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事，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事，一定要借着神的灵，一定要藉着神的灵，十二节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，十二节讲到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是从神而来的灵，而是从神而来的灵，这个就是真理的圣灵，这个就是真理的圣灵，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，叫我们可以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，就是主耶稣的救恩，就是主耶稣的救恩，这个是神的奥秘，这个是神的奥秘，没有人能够了解，是没有人能够了解的，唯有借着圣灵才能够明白，唯有藉着圣灵才可以明白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这些真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这些真理，我们就要靠着圣灵帮助，我们要靠着圣灵帮助，以赛亚先知这样讲，以赛亚先知这样说，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的二十九章，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第二十九章，以赛亚书二十九章，以赛亚书的第二十九章，看十一节，我们请看第十一节，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第十一节，第十一节，
所有的密事，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，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：请念吧。他说：我不能念，因为是封住了。啊，这里讲书卷是封住的。这里讲到书卷是封住的、啊、那你把这个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。你将这卷书交给识字的叫他读。他说我不能念，他说我不识读，因为是封住的，因为是封住的。意思就是说虽然字你看得懂，意思就是说虽然字你看得懂，但是意思你看不懂，但他的意思却是不明白。这个就是封住的书卷，这个就是封住的书卷、啊、所以啊，神的话啊不是用人的智慧能了解的，所以神的说话不是用人的智慧可以了解的。虽然你懂得这些字、啊、圣经的字你都懂，虽然圣经里面的字你都看得明，但你却不能了解里头的意思，但却是不能够了解里面的意思、啊、所以啊，虽然你读但是你读不懂，所以虽然你读但你读不明、啊、就像犹太人查考圣经，就像犹太人查考圣经、啊、但是啊啊主耶稣来了、啊、圣经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，但主耶稣来到圣经是要为他做见证、啊、他们却到不到主耶稣面前来得生命，他们却是不去到主耶稣前面得生命。他们虽然天天在读，他们虽然每天都在读，他们读不懂、他们读不明，他们没办法借着圣经来认识耶稣，他们不能够藉着圣经去认识主耶稣、啊、其实圣经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，其实圣经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。一直读竟然不认识耶稣，那就是读不懂，一直的读都见不到主耶稣，就是读不明白、啊、所以说、啊、这个神的话、啊、不是用人的智慧能了解，所以说神的说话不是能够用人的智慧去明白、啊、需要神的恩典帮助我们，需要神的恩典去帮助我们、啊、我们再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，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、啊、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我们看四十五节，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我们看第四十五节，四十五节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我们看第四十五节，第四十五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、啊、主耶稣复活之后，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，向门徒显现给他们讲解圣经，同他们讲解圣经、啊、有关律法先知，有关律法先知，还有诗篇上指着他所说的话，同埋诗篇上面指住佢所讲嘅说话，都给他们讲解清楚，都向佢哋讲解清楚、啊。这里记得很清楚，呢度记得好清楚。主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主耶稣开佢哋嘅心窍，让他们能明白圣经，令佢哋能够明白圣经。如果主耶稣没有开他们的心窍，如果主耶稣冇开佢哋嘅心窍，他们就听不懂，佢哋就听唔明白、啊。所以这个要有神的恩典。所以这个需要神的恩典，今天呢、啊、这个恩典就是借着圣灵来赐给我们，今天这个恩典是藉着圣灵赐给我们、啊、所以说、啊、我们要了解神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如果要了解神的事情，要明白真理，要明白真理、啊、我们就要有圣灵帮助，就需要有圣灵的帮助、教会有一个老姊妹，教会有一个老姊妹、他本来是在外教会，他本来是在外教会的，他在外教会很热心，他在外教会很热心、啊、是这个、啊、也在教会、啊、帮忙领会，也都是在教会里面帮忙领会、啊、有一次生病，有一次他病了，一直得不到医治，他一直得不到医治、啊、教会也帮助祷告，教会帮他祷告、啊、他好像也没用，好像也都没用。后来有一天、啊、他的孙女跟他讲，有一天他的孙女跟他说、啊、他的孙女还有他的这个女儿是我们教会的，他的孙女和他的女儿是我们教会的信徒、啊、那孙女就跟阿妈讲，这个孙女跟婆婆说、啊、说、啊、我帮你祷告，她说我帮你祷告，我们教会有圣灵，我们教会有圣灵，我用圣灵帮你祷告，我用圣灵为你祷告、啊、那就帮她祷告，就帮她祈祷、哎、想不到这个孙女帮她祷告之后，她身体就感觉很好，没想过这个孙女帮她祈祷之后、啊、她的身体觉得很好、哎、她就觉得说、哎、这个圣灵不一样，她就觉得这个圣灵是不同的、啊、因为本来 有,、啊这个、有些教会、啊、对我们的圣灵 有一些的误解，
因为有些教会对于我们教会的圣灵有些误解、啊、有些说这个不是圣灵，有些人说这个不是圣灵，有些说、啊、这个圣灵、啊、只是恩赐之一，有些人说这个方言只是恩赐之一、啊、那这个、啊、他这个孙女、啊、用圣灵祷告帮他祷告，他的孙女用圣灵为他祷告，他就感觉这个身体好了很多，他就觉得他的身体好了很多、啊、他就感觉这个圣灵不同，他就感觉到这个圣灵是不一样的、啊、所以后来好了之后就开始来到我们教会听道理，所以好了之后他就开始来到我们教会里听道，后来也得到圣灵，后来他得到圣灵来受洗，他受洗了、啊、那他有一次读圣经，有一次他读圣经、啊、读到《使徒行传》二章三十八节，他读到《使徒行传》二章三十八节、啊、彼得所讲的，彼得所讲的说、啊、你们个人要悔改，说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、啊、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这样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这样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他说、啊、这一节圣经他不晓得看过几遍，他说这一节圣经他不知道看过多少次了，以前怎么看也看不出说这个洗礼可以赦罪，以前怎么看都不觉得这个洗礼可以赦罪、哎、来到真教会得了圣灵，他来到真教会得到圣灵，他一看就知道说这明明就是洗礼要洗掉我们的罪了，他一看就说这个明明写着洗礼要洗去我们的罪、啊、悔改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，悔改受洗叫你的罪得赦、哎、洗礼可以洗可以 赦人的罪，洗礼可以赦人的罪。他说、啊、这个以前他看过很多次，他说以前他看过这一节很多次，他都看不懂，他都看不明，但是来到我们真教会，但来到我们真教会有了圣灵帮助，他有圣灵的帮助、啊、他一看就懂，他说他一看就懂、哦、所以圣经、啊、就很容易懂，所以圣经就很容易读得明白、这个、就是有圣灵帮助，一个就是有圣灵的帮助、啊、我们在纽西兰奥克兰那里有两间教会，在纽西兰奥克兰有两间教会、啊、除了奥克兰教会以外还有一间叫东奥克兰教会，除了奥克兰教会之外还有一间叫东奥克兰教会、啊、那东奥克兰教会最近有一对母女来相信、啊、最近这个东奥克兰教会最近有一对母女来到相信、啊、这个妈妈在其他教会很热心，妈妈在其他教会是很热心的，那因为去看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中医，因为去到教会里看我们一位弟兄他是中医的、啊、他就向他见证我们教会的道理，他就向他见证我们教会的道理，那记了不少我们教会的讲道这个给他听，也都记了很多我们教会的讲道给他听、啊、那他在家里就一直听，他在家里一直听、啊、慢慢听他就明白，慢慢的听他明白了，他也按照我们的 祷告方式来祷告求圣灵，他按照我们的方法来到祷告求圣灵、啊、结果他还没来到没有来过我们真耶稣教会，结果他还没来过我们的教会会堂、啊、在家里祷告就得到圣灵，他在家里面祈祷就已经得到圣灵、啊、得到圣灵之后他才开始来我们教会聚会，他得到圣灵才来到我们的教会来到聚会、啊、后来这个接受洗礼，后来他接受洗礼、啊、那一次他的丈夫也来受洗，那次他的老公也来受洗，丈夫是在台湾开牙科，他丈夫是在台湾做牙医的、啊、他回去带他到教会去，他回去然后将他带来教会、啊、带他去教会、啊、他怕他对这个圣灵祷告不习惯，去到教会他怕他丈夫对圣灵祷告不习惯，就先跟他讲，就跟他说这个教会不一样哦，这个教会是不同的，这个教会是有圣灵的哦，这个教会是有圣灵的、啊、他的丈夫马上跟他讲，他的老公立刻跟他说、哎、有圣灵才像教会啊，有圣灵才是教会、嗯、没有圣灵怎么是教会呢，没有圣灵的怎么会是教会呢、啊、因为他也去他本外教会听了一段日子，因为他丈夫也都在其他教会听了一段日子，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，差不多十年那么久都不肯受洗，都不愿意受洗，但是感谢主他第一次到教会，就感谢主他第一次来到教会、啊、他就到前面去祷告求圣灵，他就去到前面祷告求圣灵、啊、后来很快就得到圣灵，后来很快他得到了圣灵、啊、因此就来到纽西兰跟他太太两个人一起受洗，所以就去到纽西兰跟他太太和女儿一起受洗、啊、再过半年，再过多半年、啊、换他女儿得圣灵也来
受洗。啊，佢个女亦都系得到圣灵，亦都受洗啦。他们都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。佢哋都有好深刻嘅体会。啊，他们以前在外教会也是热心。他们以前在外教会也都是热心的，也都有在查考圣经，也都是有查考圣经。他说来到真教会之后，但他说来到真教会之后得到圣灵，他得到圣灵。他说，啊，读的圣经好像是另外一本圣经，他说他读的圣经就好像是另外一本的圣经。他们互相开玩笑，所以他们互相的开玩笑。他说这一本是我们以前读的吗？这本是我们以前读过的圣经，因为跟以前的完全不同，好像跟以前的完全不同，以前都看不懂，因为以前看不懂，现在有圣灵，他 看得很清楚。现在有圣灵一看就看得很清楚，而且很容易得到造就，而且很容易就会得到造就。这个就是圣灵的帮助，一个是圣灵的帮助，像主耶稣所讲的，就像主耶稣所讲的，他能够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，他能够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。所以，我们要明白道理，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道理，真的要有圣灵帮助，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帮助。不管是听到，无论是听到，不管是读圣经，无论是读圣经，有圣灵跟没圣灵差很多，有圣灵和没有圣灵是差很远的。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，有圣灵能够帮助我们，你听到的感受就不同，你听到的感受就不同，读经的感受也不同，读经的感受都不同。我个人就有深深这样的感受，我自己就有深深这样的感受。所以这个圣灵很宝贵，所以圣灵很宝贵，因为只有他能够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只有他能够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，我们教会有个弟兄，那他65岁，这个去手术，这个要去手术这个眼睛。他65岁的时候要去做眼的手术，就是有白内障，因为他有白内障。那个时候，他就想说我信主这么久，他那时就想着我信主这么久，我圣经都没有读过一遍，他说圣经自己都没读过一次，所以就立志，他立志，我要这个把圣经至少要读一遍，至少要将圣经读一次，就买了两本大大的圣经，就买了两本很大本的圣经，这个孩子们就帮他买两本圣经，他的仔就帮他买了两本很大的圣经，一本放在公司，一本放在家里，一本放在公司，一本放在家，在家也可以看，去到公司也可以看，在家可以看，在公司都可以看，因为他是自己的公司，因为他自己开公司的，那为了要读圣经，为了要读圣经，他又想说我还没有圣灵，他想想我还没有圣灵，他已经这个求了55年还没有得到圣灵，他求了55年还没求到圣灵，从他10岁开始求，从他10岁开始求，因为10岁进到我们真耶稣教会，因为他10岁来到我们真耶稣教会就开始求圣灵，他就开始求圣灵，后来灰心，后来灰心，已经有一段日子没有出来求圣灵了，已经有一段日子没出来求圣灵，他就神的恩典开始帮助，但是神的恩典开始帮他，他就立志这次灵恩布道会我要出来求圣灵，他就立志今次灵恩布道会他要出来求圣灵，他求圣灵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读圣经，他求圣灵的目的是为了要读圣经，因为他知道，没有圣灵，这个神的话比较难明白，因为他知道没有圣灵神的话就比较难明白，所以一定要有圣灵帮助，所以一定要有圣灵帮助，他这个心，得到神的喜欢，他这个心得到神的喜悦，神就开始动工，神就开始动工，带领他，开带领他，帮助他，帮助他，结果在那一次灵恩布道会就得到圣灵，结果那次灵恩布道会他就得到圣灵了，以前他没有圣灵，以前他没有圣灵，连祷告都不会，连祈祷都不懂，因为不晓得怎么祷告，因为不懂得怎么祈祷，他后来就干脆 读祷告文，后来就干脆只是读主祷文，读祷告文读一遍30秒读一次30秒，他想说太短，他想着太短，他读了用台语读以外又用华语读，他用了台语读之后又用普通话读一次，读两遍加起来1分钟，两次读完之后就1分钟，他常常问他太太，他常常问他太太，你为什么跟耶稣那么多话可以讲，为什么跟主耶稣有那么多话可以讲，为什么讲那么久讲不完，为什么你谈那么久都没讲完呢，后来他自己得到圣灵，后来他自己得到圣灵，他就发觉说本来就是这样，他就发觉本来就是这样，圣灵带祷本来就是这样，圣灵的带祷本来就是这样，他就可以一样的可以祷告很久，他就一样可以祷告很久，一样跟耶稣很多话可以讲，一样跟主耶稣有很多话可以讲，那借着圣灵
帮助，藉住圣灵的帮助，他也能够来、啊、这个对他的信仰帮助很大，对他的信仰帮助很大、啊、他后来也能够帮忙这个教会的圣工，后来他也都帮忙教会的圣工、啊、甚至可以帮忙领会，甚至乎可以帮忙领会、啊、还被安立为圣职，也都安立做圣职、啊、那这个就是圣灵帮助他，一个是圣灵帮助他、啊、所以说、啊、我们要了解神的道理，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道理、啊、要有圣灵帮助，要有圣灵帮助、啊、因此没有圣灵要立志要求圣灵，我们没有圣灵的要立志求圣灵、啊、那如果我们是为了要多了解神的话，如果我们为了要多了解神的话，我们有这个心要来求圣灵，我们有这个心来到求圣灵，相信、啊、神很快会把圣灵赐给我们，相信神会很快将圣灵赐给我们来帮助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、啊、再看回来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，我们看回哥林多前书第二章、啊、哥林多前书二章我们看十四节，哥林多前书二章的第十四节，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十四节，十四节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、啊、这里讲到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又讲到属血气的人不能够领会神圣灵的事、啊、就是属血气不能领会属灵的事，就是属血气不能够领会属灵的事、啊、因为这个是两种不同的生命、嗯、因为这个是两种不同的生命、啊、就好像人跟动物不同生命一样，就像人和动物不同生命一样、啊、就没办法了解，就没办法了解、啊、动物就没办法了解人的事、啊、动物没办法了解人的事、啊、如果我们属血气，如果地属血气不属灵，不属灵，那我们就很难去了解神这些属灵的事情，我们就很难去了解神属灵的事情、啊、那像哥林多教会，好像哥林多教会、啊、在三章的一节保罗这样讲，在三章一节保罗这样讲、啊、说、啊、我不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我不将你们当是属灵的，只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，只是将你们当作属肉体的、啊、在基督里面像婴儿一样，在主耶稣里面好像婴儿一样、啊、因为你们、啊、只能吃奶不能吃饭，因为你们只能够吃奶不能够吃饭、啊、就是比较要求比较高一点的道理他们就吞不下了，有要求高少少的道理都不能够接受、啊、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有些弟兄姊妹有些道理听了听不下去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见到一些弟兄姊妹道理听不进去、啊、听不下去他不高兴、啊、有些就会 也会离开、啊哦、听不开心也都有时候会走了、啊、那我们就知道说他这些道理听不下去，那我们就知道他这些道理听不入耳、啊、因为、啊、他还没有到那个程度，因为他还没到那个程度、啊、所以、啊、他听不下去，所以他听不入耳、啊、曾经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，曾经有个弟兄是这样、啊、他因为这个听了道理不高兴，他听完道理之后不开心、啊、把头转过去不听，最后头转过去不听、哎、因为他是在 做接待、啊、在楼下做接待，他本来在楼下做接待、啊、那聚会是在楼上，聚会在楼上、啊、他自己一个人在那里，他自己一个人在那里、啊、那听到那道理不合他的意思他就把头转过去，他听到道理不合我意心意他就把头拧歪了，哎，一转过去啊，一个拳头就打过来啊，把他打下去啊！一拧过去咧，点知个拳头打过来，将佢打低。他到处看没有人啊，佢到处睇都冇人，他就知道是主耶稣打他，佢就知道系主耶稣打佢。哦，他说真的很痛啊，佢话真系好痛啊！那一次开始他就不敢这样了，嗰次开始佢就唔敢再咁样啦、啊。他就知道说这个是自己的问题，佢就知道嗰个系自己嘅问题，不是传道讲的道理有问题。不是传道讲的道理有问题，是自己听到有问题，是自己听道理有问题，所以从那个之后他就改变态度，所以从那个之后他就改变态度，过了很久才跟传道讲，过了很久之后先跟传道讲、啊、我曾经这样子你知道不知道、啊、你知不知道曾经是这样、啊、传道哪里知道呢，传道怎么会知道呢、啊、你不讲怎么知道呢，你不讲我怎么会知道呢、啊、所以、啊、有时候这个自己属血气，所以有时候自己属血气、啊、不够属灵，不够属灵、啊、有些道理听不下去，有些道理听不进去，不但听不下去，不单止听不进去，会把它当作愚拙，会觉得是愚蠢的、啊、会看清这些话，会看轻这些说话、啊、这个就是属血气的这个、啊、这个
结果，呢啲就系属血气嘅结果。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我哋要明白呢一啲道理，就是要追求属灵，就要追求属灵。圣灵来就是会帮助我们一直成属灵的生命一直成长。圣灵来到就要帮助我哋属灵嘅生命一直成长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。我哋睇哥林多前书十四章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，我们看第四节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，我哋睇第四节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，我哋睇第四节。第四节，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，作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。啊，这里讲说方言是造就自己。呢度讲到说方言系造就自己。造就自己就是可以提升你的灵性。啊，造就自己就系可以提升自己嘅灵性。在第二节讲说方言不是对人说。第二节讲到讲方言唔系对人讲嘅，是对神说，系对神讲嘅，就是向神祷告。向神祷告，跟神交通，同神沟通。他说：因为啊，没有人听得出来，因为冇人听得出来，但是在心灵里却讲说各样的奥秘。但喺心灵入边系讲出各样嘅奥秘。所以虽然听不懂，所以虽然听唔明，但他讲的是有意义的。但佢讲嘅系有意义嘅，是在灵里面跟神在交通的，系喺灵入边同神沟通嘅。所以很自然，这个灵性就会一直的提升。所以灵性好自然会不断嘅提升。所以今天我们有了圣灵，所以我哋今日有圣灵，就是要多祷告，就要多祷告。哥林多教会虽然也有圣灵，哥林多教会虽然亦都有圣灵，但是他们还是属血气，但佢哋仲系属血气，还是属肉。他们是属肉的，不够属灵，不够属灵，就是信仰的追求不够，就是信仰的追求不够。我们有了圣灵，我们有了圣灵，一样要在灵里面要多祷告，我们一样在灵里面要多祷告，多祷告你的灵性才会一直的提升，多祷告的话你的灵性才会提升，你能够越来越属灵，你能够越来越熟，道理你就了解越来越多，道理就能够明白越来越多，你能够做得到的也越来越多，你能够做到的也都越来越多。所以啊，一定要真理的圣灵来，所以一定要有真理的圣灵，他才能够引导我们明白真理，他才能够领导我们明白真理，也可以一同进入到真理里面，也都可以说是引进入到真理里面，就是可以把道理行得出来，就可以将道理行出来。那这个就是要圣灵帮助啊。这个就是要圣灵的帮助。那圣灵来就是借着祷告来提升你的灵性。圣灵来到藉着祷告提升我们的灵性。啊，这样子啊，你越来啊灵性越成长。这样的话，灵性会越来越成长。自然属灵的事就了解的越多，自然属灵的事就会了解得越多。就像五岁的小孩了解五岁的事情，就好似五岁的小朋友明白五岁的事。啊，到十岁就了解十岁的事，去到十岁他明白十岁的事。有一天他长大了就了解人的事，一切的事。有一天他长大了就明白人所有的事。跟这个是一样的，跟这个是一样的。这个是生命问题，这个是生命的问题。你生命不到那里，怎么讲也听不懂。生命未到嗰度，点听都唔明白。你跟一个五岁小孩讲大人的事，他哪里听得懂？你同一个五岁嘅小朋友讲大人嘅事，佢点会明咧？他听不懂的，佢听唔明，因为他没有那个生命，因为佢冇嗰个生命，他不知道怎么一回事，佢唔知道系一回事。所以啊，信仰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信仰就系咁样。因此啊，我们要借着圣灵，所以我哋要藉住圣灵，借着跟神啊祷告啊，灵言跟神交通。我要藉住靈言向神禱告，這樣子可以提升我們的靈性，可以提升我們的靈性，這樣我們就越來越懂得神的道理，我們就越來越明白神的話，要不然會像哥林多教會，如果不是就好像哥林多教會，把這個屬靈看作屬肉，將屬靈看成屬肉，把它當作魚種，就去睇成话系鱼品。所以在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嫉妒纷争的事情。所以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嫉妒纷争的事情。跟世界上没有两样。同世界上冇两样。就是不属灵。就系唔属灵。他们不晓得什么叫做属灵。哈。佢哋唔知道乜嘢叫做属灵。也不晓得属灵的价值。亦都唔知道属灵嘅价值。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去受假使徒的影响。因为咁样，佢哋会受到假使徒嘅影响。接纳假使徒。接纳假使徒，因为保罗的属灵他们没办法了解，因为保罗的属灵他们不能够了解，他的那种谦卑，他的那种柔和，保罗的谦卑柔和，他把他看成愚拙，
佢哋將佢睇成係愚笨嘅，就像一般世人的態度差不多，就好似一般世人嘅態度一樣。啊，我們可以來看哥林多後書。我哋睇哥林多後書。啊，哥林多後書的十一章。哥林多後書十一章。啊，看十六節。十六節。哥林多後書十一章第十六節。十一章十六節，我再說，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，縱然如此，也要把我當作愚妄人接納，叫我可以略略自夸。啊，這個哥林多教會就是把保羅看成愚妄的，哥林多教會就將保羅看成為愚妄。保羅的屬靈他們沒辦法了解，保羅的屬靈他們不能夠了解，不但沒辦法了解，還把他當作愚妄，不單止不可以了解，還將他當成愚妄的。逼得保羅最後也要像那些假使徒一樣自夸，逼到保羅最後要好像假使徒一樣自夸。啊，主要就是为了哥林多教会，主要就是为了哥林多教会，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才像使徒啊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才是使徒。那这个就是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属血气的表现，一个就是哥林多教会属血气的表现，所以就受这些假使徒的影响，就受这些假使徒的影响，而保罗的属灵他们反而把他当作遗忘，而保罗的嘅屬靈咧，佢哋將佢當成愚妄。腓立比教會就非常屬靈，腓立比教會就好屬靈。啊，我們來看腓立比書的第二章。我哋睇腓立比書第二章。腓立比書二章，我們看十三節。腓立比書二章十三節。腓立比書二章十三節，因為你們立志行事，到時神在你們心裏運行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啊，這個就是腓立比教會。一个是腓立比教会，立志行事都是神在心中运行，立志行事都是神在心里面运行，就是圣灵来带领他们，就是圣灵来到带领他们，来去成就神的美意，去成就神的美意，这个就是完全属灵啊，一个是完全的属灵，因为都顺从圣灵来行事，因为是顺从圣灵来到行事。啊，所以啊，保罗很多属灵的体验，所以保罗有很多属灵的体验，啊，很多这个属灵的表现，很多属灵的表现都跟腓立比教会讲，都跟腓立比教会讲，哦，所以你读腓立比书就可以感受得到，所以你读腓立比书就可以感受得到保罗的信仰怎么样，保罗的信仰是怎样，他的属灵是怎么样的属灵，他的属灵是怎样的属灵，你读腓立比书就很清楚，你读腓立比书就很清楚，里面讲得很清楚，里面讲得很清楚，这个这些如果写给，啊，这个哥林多教会，我看他看不懂，如果这些写给哥林多教会，他们看不明，啊，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宝贵，他们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宝贵，有什么价值，有什么价值，但是腓立比教会就不同，但腓立比教会不同，他知道这些是何等宝贵，他们知道这些是何等的宝贵，何等的有价值，何等的有价值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属灵的事，这些是我们要了解属灵的事，自己就要属灵，自己就要属灵，所以，啊，在要有圣，啊，有圣灵，啊，要在圣灵里要多祷告，所以有圣灵要在圣灵里面多祷告，啊，让我们灵性能够一直的成长，令我们灵性可以一直的成长。再看到约翰福音的十四章，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四章，啊，约翰福音十四章看二十六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啊，这里讲保惠师就是圣灵，这里的保惠师就是圣灵，在一切的事上指教你们，在一切的事上面指教你们，啊，只要你晓得靠他，只要你晓得靠他，各样事他都可以帮助，各样的事他都能够帮助，啊，而且会让你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，并且会令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讲一切的话。啊，我们听了不少道理，我们听了不少的道理，但你会不会用啊？但我们懂不懂用呢？圣灵可以帮助啊，圣灵可以帮助，啊，会让我们想起主的话，会令我们想起神的说话，啊，在那个时候可以来使用，在那个时候可以使用，啊，我们这个四福音，啊，就是对主耶稣言行的记载，这个四福音是对主耶稣一生的记载，啊，这个不是当初，啊，跟随耶稣一遍跟一遍写，不是的，
呢啲唔系系当时一路跟从主耶稣一面写唔系噶。这个是主耶稣啊离开之后几十年以后才写的。是主耶稣离开之后几十年，至少要三十年以后才写的，最少三十年之后才写下的。那为什么还记得呢？为什么还记得呢？就是圣灵会帮助，就是圣灵会帮助，会让他们想起主的话，会令他们想起主的话，不但所做的事能够记得，不单止主所做的事记得，所讲的话也能够记得，主所讲的说话他们都记得，这个就是有圣灵帮助，这个就是有圣灵帮助，所以能够写得这么详细，可以写到这么详细啊。是主耶稣讲的，会让你们想起我的话来。所以主耶稣话会令你哋谂起佢嘅话啊。那我们在生活上也是一样，我哋喺生活上面都一样。圣灵啊，也会让我们想起主的话。圣灵会令我哋谂起主嘅话啊。要做什么事，会想到主的话。要做乜嘢事，都会谂起主嘅话。就知道说啊，应该怎样做才对。就会知道应该点样做先。知道说这样不可以。就会知道咁样做唔啱。要这样才可以。要咁样做先可以。因为主的话。在我们的心中，因为主的话在我们的心中，这样我们就不会走错路，那我们就不会走错路。主的话是有能力的，主的话是有能力的，就可以带给我们力量，就可以带给我们力量。好像有一次去到这个一间教会，有一次去到一间教会，那个是总会所在地，那个是总会所在地，以前我们神学院的老师都在那里，以前神学院的老师都在那里，所以你上台讲到底下很多老师坐在那里，所以上台讲到下面有很多老师坐在那里，因此啊，很多传道都不愿意去那间教会，所以有很多传道都不愿意去那间教会，觉得压力很大，觉得压力很大，知道要去那里，哇，压力真的很大，知道要去那里的话压力就很大了，去了到那里一天到晚就想说今年怎么过，怎么过今年去到那里就想想今年怎么算呢，怎么过呢，压力大就只有祷告，压力大就只有祷告，所以就一直迫切祷告，就一直的迫切祷告，每天啊祷告很多次，每日祷告很多次，每次祷告一跪下就是半个小时，每次祷告跪低就是半个钟，这个祷告 很多次，祷告很多次，这样祷告了差不多一个差不多三四十天了，祷告了差不多三四十天，后来这个就想到圣灵就让我想到一句话，后来圣灵令我想起一句说话就是神对耶稣亚的勉励，神对耶稣亚的勉励，因为耶稣亚接续这个摩西的工作，耶稣亚接续摩西的工作，他的压力非常大，他的压力很大那个时候神就安慰他，那时候神安慰他可以看耶稣亚记的第一章，我们看耶稣亚记第一章耶稣亚记第一章我们可以看第八节，第一章第八节耶稣亚记一章八节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这句话圣经就跑出来了，一句说话圣经跑出来只要你遵守这个律法书上所写的这些话，只要你遵守律法书上面所写的话昼夜不住的思想，昼夜不住的思想这样子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这样的话你的道路可以亨通，凡事就可以顺利，凡事可以顺利，所以神叫他不要怕，所以神叫他不用怕，要刚强要壮胆，要刚强壮胆，当这个圣经一跑出来的时候，当这句圣经出来的时候，里头心中就有一个声音出来，里头心里面有个声音出来，其实也是圣灵的帮助，亦都系圣灵嘅帮助。我来这里就是要来学灵修的，我嚟呢度就要学习灵修嘅，就是要来 再一次来学灵修的，就要再嚟学灵修，就像以前在神学院一样，就好似以前喺神学院一样，好像再重新入神学院就对了，就好似重新入去神学院读一样。这个声音一出来的时候。一个声音一出来的时候，这个心马上就安静下来，这个心即刻安静下来，从此就不再害怕，从此不再害怕，那我也就往这个目标去努力，也都往一个目标去努力，就特别在这个灵修上下功夫，特别在灵修上面读经祷告读经祷告，出来做传道我就觉得在那里三年做得最好，出来做传道觉得在那里三年是做得最好的，早上祷告每天祷告完都非常喜乐，
每朝的祷告会完了都很开心啊。那这样在那里三年的时间，在那里三年的时间，真的对我帮助很大，对我帮助很大，就好像重新入到神学院这样，有那种感觉，就好像重新回到神学院一样的感觉。那这个就是圣灵带领，这个是圣灵带领，他借着神的话来帮助你，藉着神的说话来到帮助你。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，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里面，二十七节里面，主耶稣就这样子讲，耶稣这样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赐的平安啊，跟世人不一样，我所赐的平安跟世人不同，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，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，就是靠着圣灵的帮助，就是靠着圣灵的帮助，可以做到不烦恼也不害怕，可以做到不烦恼不害怕，害怕烦恼就是软弱，害怕烦恼就是软弱，但圣灵帮助你晓得祷告，但圣灵帮助我们晓得祷告，圣灵帮助你就可以烦恼变成不烦恼，圣灵帮助我们就能够烦恼变成不烦恼，害怕变成不害怕，害怕变成不害怕，它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，它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，这个就是真理的圣灵，这个是真理的圣灵，来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来带领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让我们想起主的话，令我们想起神的话，把主的平安赐给我们，将主的平安赐给我们，再来唱诗，再来唱诗，253首，253首。在林边对门徒说道，我的基督圣灵必来到，引导明白一切的真理，永赐我们里面为翅膀，必来到，必来到，永远同着的圣灵一来到，又会改我的心，来充满大欢迎，变成延续的神灵一来到，主所信托又受神灵洗，难说谎言又能轻神气，一并感为前面大权柄，当初真实求恩与真理，一来到，一来到，永远同着的神灵，一来到，又会开发的心，爱心满的欢迎，变成应许的神灵一来到，主说神灵降在人身上，脚臂连受伤口的能力，这就能徒要如何说不，为主走进三次到地基，一来到，一来到，永远同着的神灵，一来到，又会开我的心，那千万的欢迎，因此延续的神灵，一来到。啊，我们要一起祷告，我们一起祷告。继续为教会圣工发展祷告，我们继续为教会圣工祷告，为传道人祷告，为传道人祷告，为社会香港社会局势新肺炎的事祷告，为香港社会局势和新肺炎事情祷告，求主施恩，求主看顾，求主施恩看顾，那明天开始我们有学生 初中班的学生联欢会，明天开始是我们初中生的学生联欢会，求神施恩帮助，求主施恩帮助，那底下有身体欠安心灵软弱的
弟兄姊妹。啊，底下有啊，身体欠安、心灵软弱嘅弟兄姊妹，还有慕道朋友，同埋慕道朋友，我们都求神怜悯，求神看顾，我都求主看顾，求神怜悯。啊，求主赏赐平安，求主赏赐平安。啊、那我们呢，彼此互相代祷，我哋都彼此互相代祷，啊、同心祷告，同心祷告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。
Thank you.
阿门。好，我们啊有几件事报告一下。我哋有几件事报告一下。啊，我们下午中间团契暂停一次。我哋晏昼嘅中间团契会暂停一次。啊，那四点有社青班。我哋四点钟有社青班。有初中高级班，亦都有初中高级班。啊，以上报告。以上报告。好，我们就聚会到这个地方。我哋聚会到呢一度。啊，愿神赐福大家平安。愿神赐福俾大家平安。